最近呢，其实一直在忙，亚洲巡演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也是在排练啊，就是不断的提升吧。因为每一次演唱会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嘛，所以我也是不断的，磨练自己的唱功，磨练自己跳舞的技巧。我也会不断的提升自己，给大家看到一个更好的我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环节。上面有那个黄色鹦鹉的那套印象最深刻，因为我认错了，我以为那上面那个黄色的是香蕉呢。轻便吧，因为我平时的便服都是比较轻松，我比较喜欢穿舒适一点的衣服。地图嘛，因为我有点路盲，所以地图对我来说必不可少。我会穿秋裤，因为算是从小一个习惯吧。可爱帅可爱鼻子没有脸皮太厚了。有时候会有点懒。飞等有那个放假了再说吧。肉志玲姐姐吧，就是在我身边有这么多关心我支持我鼓励我的人，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。周周我爱你们。为什么要我跳广场舞？我可以跳别的舞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